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赵天翼，你也可以叫我天天 Sky。你好，亚超，我现在就在上海，然后我带了我的大部分家当，包括我的 bass、吉他，然后 sax， 包括电子琴，我都带了。对，然后这一次来上海呢，我也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学习机会，可以见到很多老师，也可以见到很多比我年龄大的，但是才艺特别棒的哥哥们。我觉得我很享受这一切。我也很珍惜这个舞台，因为我从小就喜欢 Michael， 我就渴望，能成为偶像一样，对，成为别人的偶像，也想成为我自己的偶像。所以我非常珍惜这一次舞台，非常渴望舞台。虽然我年龄小，但是我希望大家能记住我，能喜欢我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！